可以哦。选一个吃吧，选一个可以。麦子，今天找你出来，你知道要干嘛吗？这东西啊。不是。那天我们不是去夹娃娃吗？嗯。那不是有夹到一个很丑的东西？金发娃娃，金发娃娃那个。所以你今天的任务就是夹五个送给大家。OK。我五个算什么？我叫你出门夹娃娃。我夹六个。确定哦。夹六个。回到我们的阵地，就在这里，就是直接放大。50个币，然后这是2币一头。我们现在有24机会。你今天那么厉害，一直都很厉害。那等下，等会越来越少，就越来越难夹。太夸张了吧？你今天三个哇，三个孩子已经来，五次夹了三只。把它砸出来。看一下，还满满的币，好不好？这家币要什么？跟我说，我都夹。粉色，那我们夹个粉色的，到时候可以换一下发型。哎，我夹哇哦！挡我们的枪位了，好不好？跟大家科普一下，在这个挡板旁边就叫枪位，这时候我们就会用甩把它甩出来。有没有？挑衅，看他那个挑衅的脸。哎，就剩一个就五个对吧？对，就达成今年目标，应该是有机会。哦，这个应该有。不要太骄傲。我们多加一点了，好不好？上名额就很多。要不要换？上海嘉定奖，拿来公屏上。七个，这七个就是最佳员工，直接超过 KPI。夹六个 ，nice。我夹七个，只剩两个币，没有。看直播的时候，或者是搞一个什么时候留言抽奖吧，好不好？太多黄头发，所以我换了一个紫头发，丰富一点，每一个都非常的非主流这个发型。直播后留言抽奖。